主料：五花肉250克，莲藕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2条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肉剁成泥，加生粉盐调匀，莲藕刮即去圆片，两片莲藕中间加少量猪肉，上锅蒸7.8分钟即可，撒上葱花，淋点酱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定制猪肉熟即可，时间太长莲藕就不那么爽口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